Hello， 欢迎来到低频线的新练习阿专六实况。我上次有讲话，讲了很多东西，可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系统没有录到。包括我换电脑玩新练习阿专六了。从那个 i5 的电脑换到 i7 的电脑，它那个显卡有点不够力，所以效果没有很好。我玩的时候也荡荡的，不会说很荡，而是比之前还卡。上面该不会住着包子吧？那该死的包子！在玄武前传的时候，他都躲在很难找到的地方，不然就是要走很远的地方。啊！要重爬。没东西。这是给运动量不足的人爬的，实在有够高。哇，爬这么高就只为了这些东西。这里就要去电号吧，我们来跳跳看。啊，我是被传到哪里去了？
以，你家在这里就不给我点东西吗？这是很奇怪的地方。对，你家在这么奇怪的地方就不给我点东西吗？要给谁爬的啊？哦，这是刚刚的屋子吗？好像是哎。好像不是，对，刚刚的屋子在对面，所以连点宝物都没有，去死。这会怎样？它会打到天空吗？还是就飘走了？打到天空？还是爆这个？
代表的是我们要睡这里。去主线啦，他说野心拷打，所以我想看一下现在还会发生什么事。是你们？怎么？你们和那个林渊约好了在这村里见面吗？林渊？林渊叔也在？不是因为他。石婆婆，我们今天来是有事想问你。现场的摆动方式全部都一样。他们是什么人？哎，我当来干什么？应该是那个某造成的当机。老人家，我们从景安镇武盟来，正在追查一种由贵军所出产的晶石。您看，便是此物。我们这儿不产这个。要打架哦。老人家，我们是在启魂邪教里发现的这块石头，他们害人不少，这石头怕是也会被用来作恶。那我先回去，您就告诉我们吧。跳峡谷跳太多次，山外面的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这儿不欢迎你们，快走。如此巨客，莫非你们和邪教有关联？这个音乐是仙武霹雳荒原的背景音乐。干什么？老太婆，我就一句话，这石头跟我们没关系。我记得很清楚，爱信不信。您都把话说这份上，那好，我们再给您一个晚上考虑。您早来听答复，
要是不满意，起。我都没在注意那些写剧，反而在注意一些没有意义的事。石婆婆，明早见。他不是要打架。也不知这招敲山震虎是否有效，不如我们留下一人暗中监视，其他人去寻找落脚处，并再试试从村人处打探消息。落脚处就是愿由我留下消息站。他就是想偷懒吧。对了，月兄，方才石婆婆提及的林渊不知是哪位？是当初发现我和齐，把我们送到这村子来休养。金章，我们去找林渊叔吧。你们去见恩人，我们就不打扰了。先去找落脚之处。我好像找到了，不知道在哪里。我们回去看到底发生什么事。哇，小李不干，你怎么在这里睡觉了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哎，这不可以，这不可以跳到上面去，应该可以吧？被我踩到了有何感想？要把游标移到这边，因为这边是实体，这边不是实体，很奇怪。好啦，那这次的地平线的仙剑奇侠川流实况，那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下次再见。